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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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来。你当来吼，我熟你细汉无要紧啊。是啊，真甘心嘞。这阮阿兄教我教的啦。无怪你讲哦，你最爱恁阿兄的。阿对，阮阿兄讲叫咱翕一挂相做纪念哦。好啊。来哦来哦，准备哦，你去嘛哦。阿秋姐。家好，拢好你啦，小姐。你混到哪家啦？你哪样呢？你是不是逃兵？我不是逃兵啊，我是因为无想要让日本人掠去中国大陆，杀中国人，所以我唔才走到横州啊。我赶紧收在旁边，我找你啊。你家好。你跟我来，阿舅，天娘，阿舅，天娘，啊，你让我惊死哦！我可是把你怕死啊！我无法度救那个人了，你管我了吼！天娘，阿舅，天娘。你爱三千元的聘金，请你收起了。头家娘啊，多谢你啦。
哎，等甲你五家去亲戚吼，是阮林家的公园，安尼后摆吼，咱就是亲家。俺日本总统就见个，也你嘞。所以等下天助啊，甲恁阿舅啊成亲了后，咱也是较卖来往。即阵代志就安尼决定，是嘞，我先来走。曹经理，你顺行吼，顺行啦。看，当务之急是啥物遗憾？看人敢若看狗。你捌啥啦？会当甲新弟第一好嫁人结亲情吼，是咱要转运啊呢？你有看到无？人个裤头啊，歹一歹只锁匙，正大歹着啦。看到钱的面子吼，较忍耐咧啦。明仔载吼，你去阿找阿舅转啊。阿舅伊袂转来啦，迄日本医生袂放人。哪敢讲伊老爸要死啊？伊敢毋放人哦？阿舅啊。先生。有人要找你。谁要找我？是我。你敢要找伊做转来？先生，你敢毋是讲过啊？你袂让伊把我带转去的。阿舅，恁老爸伫要死啊，也毋紧转去看一下。你呀、啊，我老爸怎么安怎？要死啊啦！我叫来看伊，唔免讲啦。我有代志要甲你讲啦。阿舅啊，你嘛知影讲，自从我嫁予恁阿爸了后，拄好干阿恁阿爸当初时吼较好开的时阵，甲我斗即摆金喙齿啦。啊，到即摆，逐项拢无啊啦，哈！啊，三顿都爱食迄啰番薯签配菜脯，搁欠人规身骨折啦。连我即摆金喙齿吼，都用要补袂掉啊啦。啊，你是林家的大嫂仔呢，你应该嘛为这个家吼出淡薄啦。你呀、啊。只要你莫搞别别人，你叫我做啥拢好啊。卖哪会敢啦？啊，当个富山神社吼，哈尔疼你，我哪会敢甲你卖？这摆吼，我甲你找一个足好的对象，要让你嫁人做大母。啥？你要甲我嫁出去？是啊，是客人庄的好爷人，吴大少爷。吴天祖？无唔对，吴家长来提亲，吴老太太伊嘛愿意负担咱所有债务。甲负责恁阿爸医药费，条件是两天了后，你就要嫁予吴大少爷做大母。阿舅啊，吴家是新得的好爷人呢，你得要好命啦！袂，我袂嫁吴家大少爷，伊有海客较久。我哪毋知伊有海客较久，就是因为安尼吴老太太毋才看介意着你。啊，你做过护士啊，互你来照顾因宝贝仔囝，伊绝对放心的啊。伊迄病哦，已经是尾期啊，讲话无偌久。我就买给我妈，我家已经送聘金吗？聘金我嘛刚收啊，我袂用反悔的啦。你刚收聘金吗？啊！啊！你跟我讲，我阿爸要死啊！你为什么骗我？无唔对，为着要救这个家，甲救恁阿爸，阿叔啊，你嘛要牺牲淡薄啊！我买给我家啊！你安尼哦，我就是走袂掉，谁做袂答应？你点去？你是林家走囝呢？你也不是日本先生的奴才，你要嫁谁来？伊会反对哈？我袂嫁，我想我袂嫁伊啦。要嫁也好啦，唔嫁也好，非得哦后日五家会叫到要来娶你啊！我是讲一个，互你知影啦，你唔通唔知道好歹。我袂嫁啊！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带我离开这，咱离开新店，如何如何？阿舅，我想啥代志啦？先生，看你照相。你莫问遐尼济，你只要带我离开这，咱就快来走。怎么？怎么我袂用走啦？谁那袂用走？你无介意我？我介意啊，我介意啦。阿妈，你紧带我走啊！阿舅，若要走，我想讲嘛，喺厝里讲一声，袂用讲走就走啊。天亮。
真歹势，因为我即摆只是想我老曹操，煞无想遐尼多。敢袂用甲我讲是啥物代志先？我来甲你讲，老公即摆无遐尼多时间啊。天亮，你若介意我，请你带我走好无？好，我带你走。阿兰，你跟大家家厝的讲一声，我等下等你哦。好，你等我。你等我。天公伯，你阿宝贝，宝贝，我爱你归家，因为我买过土豆了。药贵啥款？真好啊！阿兄，我请教你一件代志吼，你若真爱一个人，阿姨叫你甲伊离开故乡，你敢会答应？假使讲，也是我真正爱着一个查某，为着伊牺牲一切，我拢甘愿。你真是拢甘愿哦？对我来讲，性命真短，事业家产拢无重要，我倒得到一个查某的真情，才是真正的幸福。你拄仔讲，迄个查某真正叫你甲伊离开故乡？是啊，啊是安怎？我嘛唔知啊，伊只是讲吼，我若真正介意吼，我就甲伊离开新竹。阿兄，我等下就是要甲你请教，看你有当给我一寡意见好无？无丢度，爱就是甲伊双双走停啊。卡掌爷，我来替你讲，哈、啊！阿兄，安尼我先甲伊离开一阵嘛，等一切拢安定了哦，我才阁转来看你。这是你的厝，你当然爱转来啊。我感觉就可惜嘞，你无得参加着阿兄的婚礼。你要结婚了？啊，恭喜恭喜！啊，是倒一间小姐嘞，我来拢唔知啦。是富山先生看好事，阿叔。你要结婚了？啊，恭喜恭喜！啊，是倒一间小姐嘞，我来拢唔知啦。是富山先生看好事，阿叔。我知影，我根本都无迄个资格去爱别人。但是，我看到阿叔了后。我有一个心愿，就是要出来做某。我为着我家己这款想法，我感觉真痛苦。我问我家己，哪会这样做事？我已经活不外久了，为啥要去害阿叔？但是你知，我做想伊，是怪真痛苦。我知影卡强有办法，我就去救卡强，替我甲阿叔提亲。我知影，我家己一点希望都无，因为阿叔知影我的病，因厝人是无可能会答应的。但是我无想着讲，卡强所家己代志办成功啊，阿叔答应要嫁我，我想着阿叔，我规个身躯拢活起来，我的人生充满希望。你讲阿兄有幸运无？你是安那？阿兄，我身体无啥爽快，我等下房间休困一下。叔伯，你甲讲紧，阮阿兄要娶某代志是毋是真实的？阮家长妻也想提亲啦，阿叔敢有讲要答应嫁予阮阿兄？但阮阿兄迄个爸，你嘛知影，哪有可能要娶某啦？你紧甲我讲啦！
天了啦！介伊下门按到问题，我安样回答？好啦好啦，你一行一行甲我讲紧的啦。唔好意思，你那遐吼是真正要结婚啊呢？是你学卡匠吼，亲身去阿叔因家吼送订。那讲到这个阿叔这个查某囡仔吼，有答应无答应，我是唔知影。啊，不过因爸母已经同意吼，三天以后，咱就会当哦请轿去甲伊带倒转来。代志就是安尼啊，啊，无啥物问题。怎么有可能呢？阿叔要来答应嫁给阮阿兄嘞，伊都明明知影无药通医啊。因爸母已经答应啦，聘金嘛收啊，伊唔去嘛袂用的。天良啊，其实你学卡讲的意思哦，是要让你阿兄重喜啦。都希望讲哦，伊会当带到一个伊喜欢的查某囡仔了后，还可以较久哦，快当好起来哇！啊，免来说安尼啦，啊，万一冲喜若无成，啊，唔着甲害着啊！哎呦，你哪安尼讲话啦？你来纠缠你阿兄啦？哎呦，莫怪遐济啦，你就当看新娘就好啦。原来阿叔，阿叔都是歪结婚阿兄，才袂叫我甲伊离开新店啦。阿兄要安怎？一定无办法活落去的嘛！我是要安怎啦？我是要安怎啦？哎，阿舅，你呀，快往走！阿舅，阿舅，快往走！啊！你唔是要跟你女朋友走？哎呀，你得要原谅我，我无爱你做朋友的啦。大妈，安定点好，我一定等下跟你回信的。讲什么？吓死我啦！啊，你要倒位啦？我要干的事，你要哪动啦？哎，无得，你有什么要紧的代志？你咪找阿叔对无？哦，我透早吼才去表演啦，啊，富山先生吼，讲阿叔透早就等咧厝啊啦。哎，无，等下，听到无？我问你，啊，咱两个吼是公平竞争对无？没有偷吃包呀？你知阿叔在对无？吼，啊，你先啦。你甲看，阿叔啦，嫁去五家，
咱是不是有啥物办法好为五家甲乌一寡钱出？先甲家己才搁讲啦，五家遐尔有钱，白输金矿，搁今仔无机会通乌。创啥啦？你听人看哟。袂啦，也无半个人伫个啊，啥人看啊？恁袂着家己目睭乌出来。当你是安怎啦？一点拢无啦，你做少年的啦，我叫金斗啊啦，啊城隍庙到迄间米店哦，是阮家开的啦。你是讲迄间上大间的米店恁家开的？是啊是啊，我就是偷鸡仔囝啦，请多多指教。哎呦，我，你咧骗笑的，你家己咧心地是大好野人咧，哈？你安尼鬼头鬼脑，敢有神？啊，真是咧，我真是是心得迄间米店的偷鸡仔囝啦，啊唔相信哦，你莫去问就知啦。好啊啦，莫大声臭大啦，恁爸不管你甲阿舅啥物关系啊？以后不准你再来找伊，出去！不，出去！等下啦，我甲阿舅是好朋友，啥物朋友来找伊啦？伊已经有对象啊，要嫁人啊？啥物啊？阿舅要嫁人啊？啊，我哪拢无听伊讲啦？啊，是要叫我啥啦？是客人庄的大好爷人，五家少爷啦。啥物啊？五家少爷？这要有可能啦？我拄才拄到天龙啊！天龙哪无甲我讲啊？好啊啦，莫大声啰嗦啦！出去啊！赶紧出去啊！哦，哦，哎，喂，是你啊？你也是阿舅？我爹哦，我爹哦。大林，你妹妹跟你讲，放你，你是用什么办法就嫁了你的？啊！你这不是胡来讲啥啦？你给我阿骗！阿舅无要嫁我。无天良，你实在有够无天良哦！咱两个是公平竞争哦，你阿舅我是不会讲啦。啊，你来再甲我骗？我无骗你啦。你较早讲你含要定亲哦，阿将伊厝的人拢甲我讲过啊啦，讲伊要嫁予五家少爷啦，我哪会听唔着伊？伊要嫁阮五家都唔着，但是都唔是我，唔是你，啊无嫁伊恁阿兄咧，就是阮阿兄啦。明知你对阮无情啊，明知你对阮真亏他，我嘛是心甘情愿比你。不是你，啊，无怪恁阿兄嘞，就是阮阿兄啦。嘿，天良啊，啊你白谈话嘛讲较有水准一个，恁阿兄迄个海客脚骨随时会死的人俩，哪有可能娶某啦？你若不相信哦，我嘛我倒啦。啊，无代志哪会变到安尼啦？啊，恁阿兄是当时步出来，甲咱两个来抢阿叔啦。金斗，我无迄个心情甲你讲啊这啦，你闪啦。哎，好啦，听你话，好啦，你稍等，我有话要跟你讲啊。我，哎，阁是你这个唔正囝，阁想要我陪你听哟？无啦无啦，啊，这边弄门的吼是伊啦，唔是我，唔是我。啊，你是啥？哦，我，伊是金马店的师傅啦。啊，讲要来牛林家吼，阿菊小姐，小镜头也寸笑啦，哈。啊，我是金马店的师傅啦。是啦是啦，金马店的师傅牛寸笑。是安尼啦，啊，老吼讲。那个五家那个老夫人讲吼，啊，恁这阿叔小姐是未来新妇啦，啊，叫伊来吼，牛阿叔小姐手知影啦，啊，讲要拍一卡做大卡做大的手指哦，到时阵啊，他送好伊啦，吼。哦，那呢，哎，请请。啊，你闪啦！喂喂，等下。得，我。哎，对家来了。哎，胖子。哎，你闪啦。伊是金马店的师傅啦。是我家的老夫人叫伊来替阿舅啊，手指头扭一下寸笑，
讲要做一间大块的金酒，就要送伊个啦。好安尼啊！哎呦，我这五届人，搁想到真周到哦。紧来，紧出来去啊！嗯，呀。阿祖小姐。我是金马店的师傅啦，我甲老林交代我来甲你娘金小姐要做镜头啊。你讲啥？啊，不是啦，要娘手镜头要做金小姐啦。嗨，唔捌挂过查某相，讲话颠颠倒倒。马三，你落来一下。哦，你娘啦，来咪、哦、来。来阿祖，我一直拢找无你呢。我尾问了先生，才知恁到底遮。我就是要叫你带我离开新店，带我离开这间厝，我解除五家婚约啊！我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你要哪救？叶秀玲来，为着我会阻止你跟五家的婚书。警察就好未？啊，好啊好啊。哎，那遐久啦。好啊啦，阿祖小姐，多谢你哦。好马子啊！有机会恁爸恁报一下鸟吃完嘞。哎、欸，天乐，天乐，天乐，阿安怎？阿看袂阿少？阿是安怎？喂，阿、你哪咪插我啦？哎、欸，天乐，阿是什么代志？你讲啊！听到啊！你别再甲我烦啦！啥话？我阁足侪代志要做的啦！喂喂，咱是自细汉才过咱大汉的俩，阿你阁莫甲你烦，阿你是要甲绝交？等下天乐，有话讲清楚啦！我，你，哎呦！你也要睏哦？啊，你是安那啦？伊无叫阿兄原谅你，话讲一半就走，什么代志呢？哈？你安是要结婚啦？阿兄，我求你啦，你甲婚书延后好无？娶阿娇，是我一生中上大的愿望。我娶到阿娇，我一定都活落去。不管活多久，我要把我所有爱拢给伊，我要享受我所有一切。你有了解无？你的心情我了解了。啊，不过，人阿将来无要爱你嘞，阿将无爱我，但伊卡强讲，阿将亲自到来要见我。你是不是听有啥物的？你甲阿爷讲。应该遐讲啊！无啦，我别讲话啦。你连听啥物对不对？你甲遐讲，是不是伊后悔啊？你甲遐讲啊！哎呀，哎呀，看家，看家，我进来呀！死了，死了，快死了！哎呦，哎呦，你哎呦，来来，坐坐坐的，坐的。看家，啊，你不是跟我讲，阿叔亲自答应要见我嘞？戆囡仔嘞！当然是伊亲嘴答应的呀、啊！你袂使甲我骗啊！伊若无心甘情愿要嫁我，我会良心不安啊！你别安尼乌白想啦，后日你着要娶我啊，紧去休困，才较有精神吼，乖。来来来，哎呦，神经哦！拄啊早歇困了，唔安好呀啦！是干那样讲啥哟？啊，无伊那边哪里？无啊，我哪有讲啥？你阿爷病愈来愈重，以后做什么代志，大家计细致的，唔通刺激着伊。家长，阿爷病才会当，那我一定要结婚啦。都是伊的病重，唔知赶紧结婚。一来是要甲抢去，二来是要甲恁阿爷留一个后代。我十六岁是恁大爷，十七岁的孙女，十八岁恁土长都来过身去。是迄个日子，是过了真艰苦。你若也唔才会带着这款的病，都是因为我无好好甲照顾。娶阿叔做某，是一生为伊向我要求的代志。所以家长，就
就是拼着这条老命，嘛要替伊完成这个愿望。阿舅，吃饭啊啦！下面有人会送新娘衫给你试穿，这块猪肉是你答应要嫁给我家的大少爷，才会当吃会到的哦。紧吃饭。阿姐，吃饭啦。阿姐袂晓，拢给你吃。头路，普通时，阿姐对你好不？也好啊。安那？阿姐若要逃走，你会甲阿母讲无？袂啦，我毋是无买啊。那呢，阿姐，你即马叫我后壁门走。天主，这哪有可能啦？伊是即要死的人诶，阿舅哪有可能嫁伊啦？都是嘛，我嘛一直伫怀疑呢。我问天良啊吼，伊都一直唔肯甲我讲啦。先生，你一定要救我，你来救我啊！好好好，你较冷静。到底是安怎？我听讲你要叫我家大少爷，是咩事？不是啊，顶摆吼，阮二爷骗我倒转去，讲阮老爸要死啊，啊，结果吼，不是安尼啦，是阮二爷吼收人骗金啊，啊，叫我叫我家大少爷，我唔叫，我唔才走出来。先生，咱这家位啊人吼，大家都足敬重你的，今嘛吼，敢你有法度救我？我袂叫我家大少爷，我拜托你甲吴夫人讲，甲这婚礼取消好无？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哎，去去去，阿舅，你放心啦，这代志吼。高先生处理好啊！多谢先生。对了对了对了，金导，你早天龙因家住在倒位无？你紧甲我讲，我足重要代志要找伊呢。你跟他住所甲我讲好无？阿舅啊，你讲天龙阿婆甲你讲因找住在倒，安尼你嘛唔知伊是啥物人，啊，因找是创啥，你嘛唔知哦。我当然嘛唔知影。阿舅啊，你叫天龙阿骗去啊啦！伊是你未来小姐啊啦，五家是少爷啦。这个代志袂使互你讲，你唔通骗阿舅啊！无啦，先生，啊，当我后爸讲要创啥啦？我甲天龙啊，自细也是烫过咱大汉的俩，我哪可能唔知伊是啥，对无吼？我真唔相信，我唔相信天龙吼，是我家己少爷。阿舅啊，啊，这是真实的代志俩。啊，不过话吼，讲倒转来啦，你阵若要嫁予天龙的男兄吼，对天龙来讲啊，嘛是一种损失俩，会算减赚五百块。好啦，阿舅，我甲你讲啦，啊，其实吼，其实这嘛无啥物了不起的嘛，对无？当初是我甲天龙两个小主啦，讲送成绩着你吼，啊，着摊赢五百块啦。啊，即摆吼，你阵若要叫天龙的阿兄，啊，阮两个都无输赢啊，对无？讲到这个天龙吼，啊，伊拢叫是伊家己吼，足烟斗嘞，啊，足漂撇嘞啦，啊，查某囡仔看到伊吼，就拢叫伊袂去啦。我着是看袂着啦，毋知甲伊小主这五百块，即摆吼。伊这钱赢无着吼，一定心要作乌准。阿舅，莫想安尼，来，姐，这药贵。是啦，阿舅啊，啊你着莫伤心啦。啊天亮啊吼，就是看钱看遮重的人啊，啊明仔讲因阿兄吼要娶你，啊搁安尼甲你骗，啊为着赚我迄五百块，迄实在吼有够酷刑啦。你讲天亮，知影阿兄要娶我？是啊。安尼唔叫可恶呢，吼！讲到这个五啊天良啊，实在有够无天良啦。阿舅，啊我吼是绝对袂做这款代志的啦，吼。好啦，兼讲，先生，今日过来讲啥物啊？我是要来带阿舅转去。看，你个死查鬼啊，赶快来转。好啦，这摆吼伊绝对唔转去的啦。你闪啦！别讲了，你马上赶出去，唔能在这乌白来。先生。阿舅，即马要嫁啦，请你莫管这个代志。阿舅是我看护事，我不应该抓出去。你即马话遐大啦，因老爸亲身伫咧外口来迎接你。阿爸，阿舅啊，你这个不孝女啊，你有看到无？这个恁老爸啦，恁老爸要死啊啦，你知无哈？你安尼离家出走，我嫁予你吴天祖，你安尼就是明明哦，你害死恁老爸母子好伊爸啦，你知无？
嫁人是你一生的代志哦，你都唔通放心哦。无你的代志啦，阿舅啊，看你是要做不孝女，还是要救你老爸啦？我你现在你选一条啦。是不是？是你家己讲骗的啊！你个怪话，你。阿舅，我不是调侃要骗你的啦。阿舅。时间已经做成，你然阻碍，想袂过去你的心扉。敢会使用目屎滴成河，望你讲出一句爱，思念你的心肝。新年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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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年。我真爱，明知你对阮真亏待。阿舅，是你。用真心为你等待，有待。原来你是真的新娘哦。就在你，就是就在你，阿爸公爷上去出门了。哎，在吗？阿爸。阿舅，阿爸，你是什么？卖查某囝，你要嫁人啊？从卖恁无家家半啊！啊，阿爸这当阵也无什么期待的物件，啊，就真只个票啊！我你哪能做计呀？阿爸，你家己着爱保重。你也同款。即卖家己帮人的饭碗，大人就爱看细里斟酌，啊，做人的媳妇就爱友好大家官。总讲一句，家己也唔比得厝的，万人代志你还敢忍耐呢？好未啦，金星啊！啊，今仔日是啥物日子啦？哈，啊，你要啼啼哭哭，你拍七衰啊！啊，光叫啊！新娘好上轿啊啦！来来来来！
只能越黄浪海造呀。我要去，我要去看阿娇。不行啦，你还多咧休困，你要好好休困吼，莫想遐济。阿哥，娘的啦，新娘来的，新娘来的啦，新娘来的。啊，新娘进门未啊？啊，未啦，就干那分过做迄个看水的来尔。你好好休困，卡正来看卖吼。哟，哇，你真好。看水。新娘人嘞？唔知影嘞。你本来唔知啦。叫你去找新娘，新娘带到不快人影。头家娘，歹势啦，啊半路去拄到空袭，可怜哦，迄炸死偌济人嘞。啊新娘嘞，伊有受伤无？迄空袭过，阮一出院哦，迄光叫伊死三下啦。啊新娘呕啦，叫咧高山安去啊。安去倒？你有看伊无啦？无看嘞。唔是发生什么代志无？头家娘啊，迄一句话唔知通甲你讲无？什么话？你出来讲。阮大家拢感觉讲今日这个新娘哦，敢若代家刀兵去扫帚的。你啊看，迄光叫一摆死三个啦。古早人就咧讲，有一刀两，啊有两刀三，无三不成礼。头家娘啊，你若娶这款查某做新妇哦，迄万一……哈！你即摆是老面讲啥？爹，你也莫急，万叔去讲伊有道理。头家娘，搿新娘忙头脑忙，我本就是个安东人。地板填出有臭臭，也是你哦，把证件吼，迄铁锁吧，真有命的，该拖落来以后哦，喊卖哦，唔着坏事去落啥好。阿叔伯，你还讲这种话啦？娘子，顺便讲你有道理，这个新娘，确实唔是一个好命。阿妹女，新娘来了。哎呀，哎，新娘，阿你来家，阿叔。受伤啦，你要紧无啦？哎，恁两个安尼，哎，啊，恁阿就是同一道啊？无，那变成安尼啦？歹势啦，我老夫人，啊，阮在拄着苦手啦。太古，跳啊，呀呀，跳跳做太古去，赶紧去快点啊！赶紧去快太古啦，加加啦！呀，呀呀！哎，我老夫人啦，哎哎，我老夫人，哎，新娘新娘，哎哎哎。来住，莫水气啦！你叫我心里可你呀，来住，来啦！我听了，我听了，拿腿，拿腿！你说，怎么的？怎么的？哟，你呀，来住！阿舅，你莫哭，我要去叫阿舅。你唔得去啦！哎呀，你坐咧啦！爹娘，你甲爸结婚真幸运，我要去招待新娘。一气破三灾，冲喜娘的痛苦无人知。迷入门的回头桥是要安怎坐呢？无情的命运，有情的人间。明仔载晚八点，敬请全天下的女性，甲各界查甫人。作为来疼惜咱的爱，阿祝台湾的母亲。